你今天早上起床有觉得睡得好吗？由于现代人压力大、姿势不良、肩颈肌肉酸痛等问题影响夜晚睡眠，睡眠障碍几乎是人人都会面临的问题。这不禁让我们开始思考，市面上的枕头百百种，为什么人们还是苦于失眠的问题呢？我们发现，人在睡觉时不会固定同一个姿势，而枕头是否能随着不同姿势的改变而自由变化、服贴头颈，就是改善睡眠品质的一大重要关键。那你就不得不认识100%灵活调整、100%纯天然、100%仰侧睡适用的 CocoMate 睡眠 Smart 枕，以欧洲顶尖发泡工艺制造出独家的乳胶颗粒设计。相比传统整块的乳胶枕，睡眠 Smart 枕具有更高的可塑性，但记忆弹性与支撑性却丝毫不减。每个人可依据自己的喜好调整适量的乳胶，找到最符合自己的软硬度与高低，让你不论正睡、侧睡、颈椎都能受到完美支撑。100%纯天然乳胶也具有防螨抗菌的特性， CocoMate 更是透过国际纺织协会最高安全一级认证，代表产品可提供给36个月以下的婴幼儿使用。睡眠 Smart 枕具有容易塑形、可调整软硬高低、完美包覆肩颈空隙、防螨抗菌、仰侧睡两用、国际安全认证等优势。乳胶颗粒灵活变化，睡姿自然放松，让你正睡、侧睡都好睡。我们卖的不只是枕头，而是你未来每天的夜夜好眠。 CocoMate 睡眠 Smart 枕。